有人说，虽然热身动作偏阿北，但是好帅，好期待。是的，就要让日本人见识我们的阿北之力。威利安登的 first take 成台湾第一人，让日本人见识阿北之力，飙高音。大家都说我长得很像东海，什么什么隐秘，什么就是即将解禁的消息，旁边有一个我的脸在这里，这样让大家说，天哪，他以为是东海，东海有开心吗？是西海罗斯峰。威利安11月5号预告东京行神秘双喜即将解禁，原来啊是为了明天再见 MV 威鸟飞到日本取景，还以台湾第一人之姿登上 The First Take 现唱 R&B 曲风的如果可以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一万年，留给我别困住你。拥有694万订阅的 YouTube 频道 The First Take， 顾名思义就是指没有重录机会，才一镜到底拍摄表演过程，相当考验实力啊。有人说虽然热身动作偏阿北，但是好帅，好期待。是的，就要让日本人见识我们的阿北之力。哦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兴奋，好兴奋啊！毕竟 The First Take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舞台，所以抱着一种打奥运的心情在准备这次的演出。我不能跟大家说他在哪里录制的，我只能说 The First Take 是一个非常充满魔幻的，有点像哈利波特。哈利波特不是有个斜角巷吗 ？Diagonally， 然后你就是要在东京，就是在涩谷的某一个小巷子里面，某一个贩卖机，然后就这样 ，The First Take， 然后就进去了，赶快去看 The First Take， 然后看一万遍啊，一万遍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点一下汤圆。哎，你们说冬至才吃汤圆，立冬没有吃汤圆？我不知道啊，是我同事跟我说立冬要吃汤圆啊，我就相信他了，我无条件的相信。我好像讲张立冬，但是不要。有人说李安要帮我抢 BLACKPINK 的演唱会门票吗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抢得到我哪会分你啊？皮肤变好了怎么保养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开滤镜而已。请你嫁给我是写给老婆的吗？是写给是写来赚钱的，因为它是一部剧的主题曲。新婚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差异不大，像就是家里多了蛮多东西这样子。跨年会唱哪里？是的，今年跨年我就在台北市政府独家演出。大家敬请期待，也要好好休息，拜托。好哦，你说的哦，那是应该差不多了。汤圆还没来。好，人数好像就是从开始2000多到现在就立刻就再也没有回去了，因为就只是我在讲干话。有可能我唱一下。你的声音杰克，搭配吉他，有调音吗？嘿嘿，就是要用没有调音的吉他弹。嗯。可以茫茫人海，千年你眼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。哦，汤圆来了，太好了！会不会 the first take 看完了这个影片，就觉得再也不要找我合作好了？